我会 B-box， 我要挑战 Echo。主持人就说：“哎，你是从小看他那个 B-box， 然后很喜欢他吗？”“没有，我就想挑战他。”全场人轰动，有没有？然后说：“啊，那他真的会对不对？”“他会啊，就是只是舞台经验是比较不足，因为 B-box 是 one man show， 所以其实他自己要展现的那稳定度要很高，所以他就可能会呛我，就是。”可能他会做类似的节奏，很厉害了，但不会这样的，我只是把他提高一点。那我可能就会比较有秀感，要让所有观众看懂我在表演什么。对，所以我会我。Two。Three， 三，一加二加三，全部串在一起。想要听吗？想。不认识哦，不好意思，姐姐错，不要哭了，姐姐是你的粉丝，太强大了，好酷，就是要有秀感，你要知道观众其实不一定看得懂，那他这样讲很清楚啊，你把它拆解，先解构啊，先结构，然后再来重组啊，这边才好看呢，对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声音？就是你这一年这两年发现的，是比较音效类的，那比如说可能。谁怎么来爱的那种？有人住在你的嘴巴里吗？没有，而且是一群人，收音机啊，一群人，一家子都在里面。乐团，我突然觉得好想亲他，我觉得他是最安妮，很灵活的。安妮，你就是太随便了，安妮。我啊，他们喜欢他就要亲人家，我想亲。想说看垃圾应该很刺激这样子。绝对不要跟 Echo 比什么。第二件事情，你们一定想不到的。什么？什么？科技流行，哎呦，哎，有可能，因为基本上你是很时髦的人，我喜欢新颖的东西。OK， 那我之前呢，大家应该都知道 Chat GPT， 对，当然，这有什么好比的？这个是一个新的趋势。那去年的时候，我就用 Chat GPT 来写儿童书籍，直接上架到亚马逊上。我有两本书是写英文的。Echo Lee， 对，那连那个图呢，就是用 AI 生成的。那为什么我会想要写书呢？其实是机缘巧合，就是想说研究 ChatGPT， 因为我知道它是未来趋势。那很多人在我身边就会说，哦，我用 ChatGPT 会不会变笨啊？你都不会思考啦？没有，不可能，你一定是要充足的一些想法跟问题，你才能执行。你才能使用它来问问题，来示范一下，来好不好？哇，我真的没有操作过这个，好兴奋哦！我后来研究了一阵子之后，我还去醒吾科技大学来教大家怎么要让学生，因为他们是要拍片的，对，所以我就让他们用 ChatGPT 帮他们写剧本，写剧本，对，就是写剧本。OK， 你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给他一个人设，然后他用第一人称去思考的，你是一位编剧。拥有，同时也是电影导演，30年经历。哇！那我们要写什么剧本呢？就是譬如说，几个英雄人物，名字是安妮。安妮吗？安妮。英雄人物安妮。小可。法语。
这样，然后给我他们的人设，你的色怎么就都是一些色？你的人是这个是用字习惯的问题，这是用字习惯的问题吗？我相信电脑打人，这背后应该有些故事。这电脑是谁的？谁本身？他手的第一个关键字进来的，都是跟人体有关的。真的？内容高潮迭起，要来了，要来了。如何赢得最后的胜利？因为今天讲的就这个嘛。嗯，这样子就300字内容，300字内容，好，好，他就开始生成了，他就来了。那在过程中一定是可能会跟你有一点点偏差，因为他用的角度不一样，那你就要再做修改。比如说先下来，好，他写的内容开始了。哇，在一个充满神秘冒险的世界中，四位英雄人物安妮、小可、佩佩、巴玉，彼此携手共同面对前所未见的挑战。他们穿越茂密的森林，跨越荒凉的沙漠，挑战陡峭的山脉，一路上遭遇各种诡异的生物和邪恶的魔法。在冒险的过程中，安妮的智慧让队伍避免了无数陷阱，小可的灵活身手保护了众人的安全。佩佩的自然力量为队伍提供了无尽的能量，而巴玉的勇气和力量则是他们战胜强大敌人的保证。这段冒险之旅成为了一个传奇，四位英雄的名字被永远铭记在世界的历史中，成为一个永恒的传说。谢谢。原来是这样子玩，这个都还没有做修改，他就已经用出一个故事，而且已经有架构，里面的架构为本。如果我们再编一些情节进去，好精彩哦！可以说其中的一位女战士怀上了我的孩子什么这些，可以啊，可以。你讲些什么？比如说大魔王肚子饿了，然后他就煮拌面这种。我喜欢吃一盘拌面，配上一盘的胶原蛋白，胶原蛋白，美颜定。好，我们看，因为这样改变，我们给他一些不同的参数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啊？前面都在冒险的高潮中，四位英雄发现他们所追逐的邪恶力量的源头，竟然是一位大魔王。哇！当他们面对大魔王的时候，肚子突然发出了一阵咕噜声。原来他肚子饿。大魔王伸手取出一瓶胶原蛋白锭，咬碎吞下，然后淡定地说了一句：“一个人可以吃的很简单，但绝对不随便。”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还有！这出奇的一幕让四位英雄目瞪口呆，没有想到大魔王的胃口竟然如此讲究。然而，在这一刻，安妮心中涌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。